女娲娘娘，阿奴求你圣灵保佑我族，早日脱离苦难。不知请你老公公叫我们来这里是何用意？如果可能的话，我真希望女娲娘娘能够显灵。喂，你也来参拜娘娘吧。怎么？难道你也像其他外族的异教徒一样，临死也不拜我们的神？不，我也没信过什么教，只是我不知道你们的礼仪，怕胡乱乱拜，亵渎你们的神明。哎，你果然跟其他汉人不一样。我们汉人有一句话叫"入境水鼠"嘛。女娲娘娘是大地之母，是对人类最最最慈爱的神。你不懂祭拜的规矩也不要紧，只要诚心诚意就行了。娘娘是从不生气的。凡民李逍遥受麒麟老人指示，特前来拜见娘娘。凡民无能，累及妻子及未催促的孩子，求娘娘保佑他们母子平安，长命百岁。咦，竟然，我怎么一直没有注意到，这具石像的相貌和灵儿如此神似。新版的不能用土灵珠哈，旧版的才可以用土灵珠。喂，你想做什么？不可以对娘娘不敬啊！她似乎在叫我。哎呀！你是人，还是鬼？李逍遥，本后问你，你可是真心爱着灵儿的？啊，难道你就是灵儿的娘亲？回答我的话。是，灵儿是我的妻子，我当然永远爱她。即使她非人类，我的灵儿是人间的仙女，当然与凡人不同。好，你去吧。我？去哪？我要你回到十年前，去做一件该做的事。咦？阿奴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叫阿满，阿奴是你的相好吗？哥巧了，他的名跟我才满三岁的女儿一样呢。你不是阿奴？你想长个真相，我认错人了。嘿，汉家哥哥，你要是跟齐妹私会，何必偷跑出城呢、啊？若是被人逮着了，小命岂非不保？我本来是在城里的啊，但是，嘘，前面有人来了，你自己小心，不要在我城外逗留了。那应该是阿奴的娘亲吧。这个就是姥姥了，这个妇人是姥姥了。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奉教主之命，反王后的同党与格杀勿论。哼，教主，你们眼中还有巫王吗？见你小公主也不放过。此事乃教主奉巫王殿下的旨意，制裁你们这群妖言惑众的妖女，拯救黑苗族。你们那狗屁教主才是妖孽，你们不相信巫后娘娘，竟然相信那老魔头的鬼话，好一副尖牙利嘴。弟兄们，砍下这泼妇的头，去见教主。请问你们是谁？这里又是哪里？哦，竟然还有汉人，漏网之鱼吗？咦，手下败将。
谢谢你替我们解围。姥姥，你竟然不认识李逍遥？不，应该说他姥姥老的时候竟然不认识李逍遥。大神，可不可以请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刚刚才到神殿祭拜一具石像，然后就突然在这里了。这里是黑苗族的都城蓝少。蓝少，我明明在大理城啊。你穿着汉人的服装要杀那名兵士，你可以赶紧想办法离开，否则你的处境会很危险。我也带公主离开了，年轻人请好自为之。哦，金翅父王，金翅凤凰，独儿飞吧。啊！被他们逃了，这汉狗一定是他的同伙，抓他去见教主。就把李逍遥丢在这里。哦，这进化版的。我不是金翅凤凰吗？哇，这边很烦。这边只有李逍遥一个人。Hello， 莉，我是新观众，对不对？这些喽啰杀完，上我的一批又来一批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哎，还蛮好看的嘛，真聪明啊！喂，你哪个单位的啊？我是新来的，跟伙伴走散的。哦，你在这里还没看见其他兄弟呢？有啊，已经死在前面了。没有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教主有重要的事，要所有弟兄回王宫报道，你就搭我们的船一道回去吧。喂，洪水好像淹得更高了，这样下去恐怕有王宫都会保不住。可不是吗？我家房子完全泡到水底了。哎，听说这场灾难都是巫后搞的鬼，真不知我们族人跟他有什么仇，竟然要毁灭我们的国家。是啊，要不是教主揭穿那妖女的真面目，不然连大王都被蒙在鼓里啊！想不到一向受族人敬爱的巫后娘娘，竟然是蛇妖女。是啊，传说蛇女出现之处必定带来灾难，所以只要妖女一死，洪水一定就会退了。可是你想，大王和那妖女毕竟是多年夫妻，大王能狠下心处死他吗？所以说啦，这回教主突然召集所有人到王宫，一定是有重要的决定要向大家宣布。请问，你还站在这干嘛？我们还要跟其他弟兄会合，你又不是我们小队的人，自己去王宫报道。好，是是。啊，古代的人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传说都会信以为真，即使他怎么百般解释。被利用这一点攻击，那就是舆论压力，终究会使一个无辜的人变成有害的人。这解释不太好，这个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啊！还不是拜月教主在饲养水魔兽？你看，村民都是喜欢巫后娘娘的。所以刚才巫后才问逍遥，即使他非人类，你也一样爱他吗？对啊，这一点放到现在也是一样啊。但是老实说，我觉得蓝少国的国王其实还是喜欢，其实心里还是喜欢巫后的，应该是这样吧。聚集在这里做什么？这里是王宫，你们想造反吗？我们要见教主。教主英明，教主万岁！各位啊，我们国家，我们的人民，正面临着一场劫难。我们的城楼淹没在洪水之中，
我们的族人已经无家可归，我们的耕地化为一片泽国，这些都是谁造成的？是蛇妖女。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，历代先祖亡灵将坛昭示于我，南少王国数百年基业将毁于一妖女之手。你们若不再有所行动，黑苗族将会遭到灭亡的命运，而我们的一国之主却受梅瑟所惑，迟迟不肯下令处死那妖女。这样下去，先祖王女的愤怒无法平息，我们将会面临更大的灾难。本人身为大祭司，又是你们的教主，有着义务负起责任，拯救我们的社稷。哎，教主英明，教主万岁！请各位弟兄务必支持我，杀妖孽，清君侧。今天一定要打亡，下令当中处死巫后，所有站在巫后那边的人也都要铲除。杀杀杀！教主，这样做是犯上啊！大王纵然有所不是，毕竟是我们的大王啊，带兵包围王宫，更不是臣子所应管。要救国家，就要用非常的手段。这个时候墨守成规，就不是忠臣。但是，石长老这件事你不必管，一切后果由我承担。我奉大王的命令，要传话给巫后娘娘。哦，你进去吧。哦，这边是剧情。你是巫后娘娘吗？娘娘，外头有许多人要逼你大王处死你呢，我想办法放你出来，你赶紧逃命吧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不能走，我要留在这里。我若逃走，不就证明我这是他们所说的亡国妖女吗？如果我的性命可以换回这个国家的和平，那么我的死也是值得的。有了青山在，怎么也没命好吧？你若牺牲了，你的冤情是来替你洗清呢？我只希望我的女儿能平安就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对了，我在城外的路上遇见一群士兵在追杀一位老妇人，她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公主。你说什么？后来呢？他们逃走了吗？要不是我爹听他们挡了一阵，让他们骑着凤凰逃走，不然他们差一点都被杀害了。娘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一人牺牲不要紧，但是许多你身边的人呢？谁来救他们？年轻人，你究竟是……你别管我是谁，只要你相信我是来帮助你的就行了。好吧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白白送死的。太好了，我一刻扛开这门锁救你出来，然后咱们一块趁乱杀出去吧。且慢，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。大王为了禁止我在使用法术，将我的法杖没收了，锁在王宫的地下宫殿中。请你先替我取回我的天蛇杖，只要我的法力恢复，这座牢房根本关不住我的。好，我去。负责守护地下宫殿的是石长老，如果你遇见他，你只要告诉他是青儿来找你摘一朵莲花的。青儿摘莲花，只要报上这句话，长老应该不会为难你的。这句话证明了青儿跟石长老的关系。好乱啊，好乱啊，仙剑好乱啊，你搞得我好乱啊，你们的感情错综复杂。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呢。所以我才很喜欢石长老这个人，那后来的下场我真的觉得真的很可怜。好了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走开，这不是小兵该来的地方。
你支持长老吗？这是老夫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是青儿找我来摘一朵莲花的。哦，你进来这里可有被人看见？我这一路都很小心，应该是没有被别人发现。娘娘的天蛇杖就放在此地下宫殿的尽头，你小心点，千万别被教主的手下发现。哎，原本是从美好的姻缘，当初大王大户的时候，老夫还是他们媒人呢。黑苗族王子和白苗族大祭司相识相爱而结成夫妻，两族人民化敌为友，举国欢腾，想不到今天变成这种结局。你还在这边干什么？东西拿到了就快交给娘娘。啊，走了。啊，然后停止账了，走了。娘娘，我拿到天使杖了。娘娘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问，你有什么要求就说吧。不，我并不想要报仇，而是想要问你，你还爱吴王吗？啊，这句话就跟吴后当初把逍遥抓到十年前问的话一模一样。你不便回答，那就算了。我仍然像当初一样爱着他，不管他今天对我们母女做了什么，毕竟他给了我这八年来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想你的丈夫不是也这么觉醒才是？那什么教主的不是好东西，我猜都是他在搞鬼。找机会，我一定想办法揭穿他的阴谋，还你一个清白。那我们一家人团聚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自己都不敢抱这种希望。好，哎，要打架了！站住！大王，青儿，你真的要背叛我吗？大王，你误会臣妾了。他们都说你不是人，而是妖。你说，我该不该相信你呢？臣妾对大王的忠心，天地可表，神人共鉴。臣妾绝无害大王之心啊！大王啊，不必听他狡辩，事实证明一切。属下就让他在你面前现出原形，让他俯首认罪。你动手吧。大王，妖女，现出原形吧。哇！他把夏的衣服也脱掉了。你们想动他，先过我这一关。小子，你算哪根虫？你敌不过他们的，快跟我走。没有吧？夏的大王还没有被控制啊。夏的大王是他十年前的夏这个大王，还是他的意识？没错哦。想水遁，你们就等着变成我水魔兽的耳石吧。你竟然真的在培养邪魔兽，你可知道这会招来多么严重的灾祸吗？只不过迎来小小的洪水罢了，这点损失根本不算什么。更何况全族的人都相信你就是那兴风作浪的妖孽，为了平息天神的愤怒，你只有一死。果然，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。要怪，就怪你不是人类。没有人会相信一只蛇妖的话。
天罡瘴气。这边可以把那个底下的等级练到很高等。可是那个梦神的 bug 要怎么用啊？我已经忘记了。不愧是妈妈，灵力丰盛。啊，快挂了！啊，姐姐！啊，那做回。所以一回合攻击结束，这手家伙还在动。水魔兽遇水则生，只要他在水中，他就是不死之身，不管把他砍成几截也没有用。哇，那就逃了！一招击败水魔兽，嚯，四万！好了，就这样，轻松解决水魔兽。好，平 A 打败水魔兽。简单。可恶，无路可逃了。你退开，我来对付他。年轻人，虽然还不知道你的姓名，但是希望你能答应我，日后如果遇到我的女儿，请你能带我好好照顾她。没问题，以下绝对好好照顾你女儿的，没问题。Hello， 燕翔晚安哦。去吧，那个宝箱要后期，下一次才能拿。妖孽，你我原本都不该存在这世上，与我一同化为尘土吧。娘娘。我已经了。狗贼，我哪里逃？今天你是插翅难飞。拜月教主，杀了我心爱的水魔兽，不把性命留下来，还想一走了之吗？石长老，你来的正好，他是放走蛇妖女的帮凶，快快将他就地正法。嗯，石长老，叫你抓住叛逆，为何迟迟不肯动手？难道你与他同伙？哼！哦，年轻版的石长老，他的胡子是。白色的。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。
可以打赢的。逍遥神剑比较快。没有，好，没有比较快。那剑神呢？其实差不多了。没有差蛮多，如果没有暴气的话，剑神还是比较痛的。是要死的没？这边其实应该用九神的，用九神比较快。堂堂郑国大将军竟然打不过一个毛头小子，做事毫不尽力，如何证明你对大王没有怀藏一心？哼，石某一生忠肝义胆，一片丹心可遭日月，休想拿着莫须有的罪名污蔑我。领教老夫最后绝招，赤血毒焰。哎呦呀，这选情给谁呢？这里仿佛有点熟悉。哎呀 ，OK， 这边是罗刹鬼洞了。